懂得分享，不能一个人独占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了。来，姐姐玩这些，弟弟玩这些，你们要是玩够了，可以把玩具互相交换着玩。谢谢妈妈。阿宝，姐姐把这个玩具送给你，以后咱们两个好好玩啊。好，谢谢姐姐。看看我的降龙十八掌舞，哎，我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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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，哎，娃娃，你们两个谁砸的？叔叔，是他故意打你的。你胡说。叔叔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我们两个玩游戏不小心打到你的。解释什么呢？我这个手难道是白砸的？走，找你妈走。看你这边怎么办。哎，大嫂，你的快递到了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那我就走了啊。哎呦，这包装盒还结实的不行。哎呀，看看里面是什么好东西。看我老公给我买的米粉，超音速集运，发货就是靠谱。走，我进。妈妈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你看看你的好闺女把我砸成什么样了。今天啊，你就说怎么办吧。真不好意思，大兄弟，小孩子贪玩，要不然我带你去看一下吧。看看那什么时候才能好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要不然那你把我闺女带走吧。你你看这身体，你这肯定吃不爽。我别笑了，我不要，胖丫。停停停，叔叔，那你把我带走吧。哎呦，说啥呢，胖丫？我是让你赶紧给叔叔道歉。叔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哎呦，你这孩子还真幽默，算不算了，算我倒霉。你看你给妈妈惹的好事，以后玩可得注意了。呀，这么多米粉，妈妈，我这下一下不能吃完。哎，你可不敢一下吃完，要不把肚子就撑爆了。哎呦。哎呦，黄洋回来了啊！手机给我，我要上网课。好好好，给你好好看，妈妈去给你做饭去。咦，黄洋，看累了吧？来吃点零食，放桌子上吧。你呢？快点跑，跟上我哟！哎，你不是上网课吗？怎么又在这看动画片呢？都看了一天去了，玩一会儿怎么了？烦人！不是不让你玩，你做完作业再看也行呀。看完再写。手机给我放下！不放，有本事你打我呀！我不打你，我打我自己，是我没有让你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，是我没有教育好你，我该打。哎呀，老婆，你这是干啥呢？你有话不能跟孩子好好说吗？你看把孩子吓得，读书的苦哪有社会苦呀？学习才能上进，我不想让咱的孩子过咱们现在的日子。朋友，还不赶紧快给你妈妈道歉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这就学习，你别生气。老婆，你也别生气了。我们的祖国是华人。阿姨，你的垃圾没有扔进垃圾桶里面。你个小屁孩，管得还挺多，我就愿意扔地上。美女，这垃圾桶就在边上，你怎么不往地扔呢？你看见垃圾你还不捡起来，你在这等什么？你不就是干这个的吗？还不赶紧捡起来，小心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阿姨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你妈妈没有教过你吗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，看我今天怎么教育你。快看呀，有人要欺负小孩，有人要打小孩。哎呀，我爸呀就爱喝这个酒，远名酱酒，历史悠久。这款丰坛十五白酒用五年基酒加8到15年的老酒盘调而成，大曲昆沙纯粮固态发酵，性价比超高。哎，这胖羊肉垃圾怎么还没回来？你给我等着。阿姨，你先别走，把你的垃圾扔垃圾筐里再走。奶奶，我妈妈教过我不要惹事，但是不要怕事，以后再遇到那种阿姨你可以学学我。好好好，谢谢小朋友，奶奶呀给你点赞。哭什么哭，一点用都没有，光知道哭。丽丽，你给我出来，过来。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？你自己看看吧，你看看你家孩子把我家孩子砸成啥了。哎呦，这熊孩子，胖丫妈真不好意思。豆豆，你给我出来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你打的？对呀、啊，谁让他喊我外号的？不是，是狗带他们给你取的外号，我只是重复了一遍。你还说这些事你可以告诉阿姨啊，阿姨可以教训他，但是你怎么能动手呢？你看你把他打的，道歉，你听见没？对不起，你还不服气？哼，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哎，算了算了吧，你家这孩子以后啊
你好好管教管教。花样，以后少跟豆豆玩，走回家。嗯，知道了。一天就给我惹事，赶紧去挖油，快挖呀！你给他挖啥呢？挖那么开心，你女儿被打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小孩子嘛，打了不好很正常。哼，我让你一天欺负我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。嗨，豆豆，哎，怎么了？找我干嘛？我终于练成了铁砂掌，一掌能把针劈烂。快来，我让你见识一下。呸！别吹牛了，我才不信呢。不信，来，表演给你看。铁砂掌，滚！有不有？那也不过如此，我也行。就你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。来，你试试，试试就试试，谁怕谁呀、啊？哼，你看我的。妈妈，别提了。